啊，人家那为啥用那种的，这个为啥没用那种的呢？这个应该是客户要求的吧？不是那个好，那个好呗。那个不是那种的，就是那个底座方正的那种。啊，就放一个黑色的那个。这个是一个顶的吗？对吧？以后说全部改名。那种的好呗，那种的稳呗。那种的，那种我看的。这个一开始也想改来着，但是后来那个因为有那个它设计的数据啊，